開工嘅時候咧，自己有冇做啲咩措施去防疫咁啊？有啊，搽捽下手啊，戴口罩啊，清潔下車廂啊咁咯。哦，咁平時清潔車廂幾密噶？平時而家一日起碼上晝食飯前、開工前食飯再整一次，收間再一次，三至四次啦。一開車就已經係首爾就噴啲消毒劑啊，全部成架車噴暈內籠啊，你出面冇得噴噶啦，噴曬內籠啊，自己又戴口罩啊，換口罩啊，成久唔久出車到啲人，譬如喺醫院度車人嘅，咁我都佢哋一落車我又再噴咁樣咯。我哋而家香港咧係面對一個好嚴峻嘅疫情，其實都唔單止係我哋香港啦，我哋國家以至其他鄰近嘅地方都係受呢一個咁嚴重嘅一個疫症嘅影響。我哋一定要全民一心，唔單止政府，唔單止公營機構，唔單止業界，唔單止社區，每一個市民都要加油，一起抗疫。我哋好感謝的士業同埋小巴聯會率先做咗一個抗疫嘅行動，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榜樣，希望其他嘅業界咧都以的士、小巴業作為一個榜樣，一起全民抗疫。我亦都呼籲市民咧，一定要留意我哋特区政府有关疫情嘅最新嘅消息，配合我哋嘅工作。以个人嘅层面咧，希望大家咧都系尽量可以嘅话咧，就少啲出街啦，注重个人嘅卫生啦，少啲出席一啲多人嘅社交嘅场合。每人做多少少，行多一步，对我哋嘅疫情咧系帮助十分之大嘅。而至於我哋特區政府咧，都係上下一心，各個局同埋部門咧都會各司各職。我哋好有信心喺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咧，好快就可以解決呢個疫情。多謝大家。